各位同学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吼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看大家拢足欢喜，听到秘书长甲咱讲，咱是毋是要做美国的一州，还是咱家己要独立？所以，因为伊甲咱讲，你若是要参加美国的，做一州，大家爱纳税无？好，你若要独立？你爱去买军火来家己保护无？这安尼敢好？所以，我即马要甲大家讲一寡用 PowerPoint 吼，来甲即三天所读的，甲现代的情形。来介绍给大家清楚啦吼，这个咱这个 PowerPoint 啊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美国这个助理国务卿啊，讲台湾自治啦。这个自治是民定有人的呢。我即摆要讲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李登辉总统拼十三年，伊讲要会神，有啊无？美国啊讲袂杀你，我迄阵啊足纳闷的，美国是一个先进民主的国家，咱要会神，是咱的代志，哪会讲袂使哩？这点大家爱会记哩。第二个阿扁啊，上头啊，伊选到的时，去美国足风光嘞，大家足清楚嘞嘛吼，去入美国哦，大家很风光的对啦吼。到尾第二任，伊讲是要申请讲用台湾共和国是去申请要加入联合国，资料拢寄出去啊！联合国若无甲拆，怎甲退倒转来？伊讲无咱来公投，若公投若过，咱就是。台湾就是独立的国家，美国安怎讲？大家唔知有这个印象哦。伊讲你是麻烦制造者，对唔对？美国安尼甲咱讲啊，讲阿扁你是麻烦制造者哦，你都无了解国际法，你都无了解战争法。你都无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你台湾都唔是一个国家，主权也唔是你的，你要硬要来做这个代志，要做这个代志是不是麻烦制造者？所以大家爱会记哩，等下若要去讲讲。讲这个地方听就好啊。对啦，你伫这个中华民国的制度内底算出来，是中华民国的总统。中华民国的总统有法度变动吗？主权也不是恁的，因为你流亡政府不得。
就地什么？所以大家爱足清楚。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流亡政府，你终归一定爱回去你的所在。伊的所在有啥物？现在也有啊，金门、马祖啊，美国啊，人民讲，因带来差不多200万人这人，啊那金门、马祖啊，行去遐大吼，较挤啦，较无方便啦，甲中国讲。讲恁有一个所在会得容纳遮个，无爱留到台湾遮个流亡政府过来遮个高官无？啊，研究的结果讲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甲台湾足近的，啊，台北港。啊，就开通啊，来迄个所在啊，叫做福建的一个平潭岛啦。啊，这唔知大家知影无？上课老师拢有讲嘛吼。啊，平潭岛，美国人要做代志，拢一步一步一步，袂讲想到遐做到遐。伊若改。这无爱带台湾这些人走出去中国，中共啊起乱嘞，麻烦呐、啊。所以伊也无爱和中国乱嘛，啊去甲伊讲，讲啊无恁啊平潭岛去规划。所以平潭岛是安尼来的，因为美国做代志拢有一步。在一步在进行，伊甲咱讲，你着照安尼做，因为咱去告啊美国政府，因个高等法院个判决几点？五点嘛吼，大家来复习一下，第一点是啥物？啊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第二点，本土台湾人诶，政府世界无承认啦，世界无承认啊，政府啦，啊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啊，叫流亡政府嘛。第三点，复习一下吼，来。咱要受到这个政治的连接，咱上头那，咱那会受到政治的连接，啊对对啊，伊甲你创一个选举。予恁大家足欢喜的，啊！要选的人，啊，来参选的人，你甲一个啊，一个啊，5%的这个数量，哎，你都有通领，人甲你转一票，你摕30块转去。政党，你甲转一个政党，我你都一年哦，50块，啊！你所以你去当票的时啊，现了的话是230块，所以这就设一个制度，恁大家拢来参加。啊，秘书长甲美国讲，美国讲，哦，安尼恁就那个讲 ，Republic of the Casino 啊，就是啊，那个恁是 Casino 啦。那你跋筊啦，你跋筊一个国家嘛吼，啊，创一个啊，卡斯诺，大家都遮来耍，啊，大家唔知
足热衷的。你看遐个林里长，那是足热衷的。哦，来旅行哦，来创啥？目的是啥？伊咧爱你迄个当一个230块啦。政党摕到遮个钱，拢有法度去应用啊。所以以前台联党都念要花去，人政党甲转互伊，我伊即摆若有补助，差不多伊来讲有100万票，伊都有剩余50，一年有通摕偌济？你都摕遮个钱，伊都有法度开销啊嘛。所以这爱知影吼，好，咱个都等下来讲这吼，这都足清楚。秘书长甲咱讲的，足正确的。咱台湾这块土地有主人，有所有权证的人，是什么人？日本天王，讲日本唔对哦，哦，有人来咧考试啊，进所考试啊，伊甲你讲，上头讲依照旧金山和依照国际化战争化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甲来讲咱的土地，台湾的土地的所有人，起码那是日本。安尼对啊？唔对，唔对哦。爱日本天皇才对哦。哦，这大日本啊，吼，就是日本帝国，吼，日本天皇。好，咱即马这了解啊嘛，吼，咱唔是主权独立。讲到转来，我细汉的时，阮老爸我叫奥多山，阮老母我叫卡加。伊叫我呼米哦，呼米哦，我就是张文燕，文呐、啊，吼、哦、文叫做呼米啊，吼、哦、燕是希口了，吼呼米希口，伊咧叫，拢叫较简单嘞，呼米哦，安尼就，所以咱去想看卖咧，有诶朋友讲。咱拢是中国人，咱也很纳闷呢。我就去阮迄个做啥？黄金翁啊吼，伊即摆拢捡金，拢迄较早的旧的网拢捡捡起来，公所拢创一个金塔，家己的会使捡较早先来捡贵的，去看遐黄金翁啊。有两行吼，写唐山祖啦，唐山呐、啊、吼，唐山祖啦。找无唐山妈呢？若有唐山祖，一定有啥？唐山妈嘛。若找无唐山妈呢？咱想想的都，迄、那个林玛丽。迄、那个做马开医院的一个做 DNA 的调查，发现讲咱本土台湾人差不多90%90以上啊，拢是啥平埔族的嘛？因为你若咧结婚啊，拢无顾坐大位啦。我乃喜欢咱无顾做坐大位，去思考这个问题啊！乃去无顾坐大位，无顾就是啥？较早拢是少的嘛，都遐个要做啥？家己的祖先可能伫大陆也混不下去啦，过来嘛，就是拢也是讲个做罗汉卡啊，罗汉卡 来。伫遮，就伫遮结婚，就传
啊，拢是用少的较济嘛。啊，这就是正确的啊。啊，历史的演变，所以有的人甲咱问讲，你去扫墓，你遐有啥物啊？清河，若要讲要讲清河是啥？在长江流域下面有一个地方叫清河，恁位底下发源来的啦。都我找无唐三妈咧，写伊的鉴定，所以咱足清楚，这足清楚，毋是流氓政府要来甲咱通知，伊甲你讲。咱遮个拢是啥？战胜国的啥物啊？国民呢？吼、哦，咱遮个拢是战胜国，因为讲回归祖国嘛，因主要要较好管理啦。大家，咱啊，大家人拢啊讲，我是要做战胜国的啥？人民啊，我乃要做战败国的人。因为上早中国来接收的时候，要甲住伫本土的台湾人，所有的甲麦克阿塞讲，你有尊严嘛？才会甲载载返去日本，因为因拢有日本籍的，所以要求啊。要甲北方四岛同款，拢在。麦克塞讲，只建山尔，我哪有遐济个甲恁在家的？所以迄阵啊，都麦克塞无甲咱再造，无甲咱再造，所以讲伊只讲，那日本本土佫过来台湾，遮都一定爱造，其他啊，拢甲咱讲，咱就是啥？中国人，中国籍，大家身份证提出来看卖咧，所有的身份证提出来看卖。你若咱拢有两张嘛，有诶也无去办。你若有一张，你迄张提出来看卖咧。我看，恁上课老师甲恁讲啊无？有讲啊无？变过？迄拢甲恁做暗号啦，嘿，迄拢甲恁做暗号。咱大家会知影未？因遐警察局的较高层的吼，因也唔知呢。这就是啥物？咱就是讲，你就是奴隶啦，咱就是奴隶啦，因为，搁要讲一点。咱甲咱前提拢甲咱改造，咱大家拢甲咱改造中国人发这个身份证一夜间无征求我的同意，咱就甲咱改。美国、英国三次的抗议，伊讲安尼袂使哩，伊都无咧管你啊。伊讲甲美国。甲英国讲，我比较好管理啦，所以才用骗的，讲光复节啦，光复节由来就是安尼啦。甲你讲，4月1号是啥物？愚人节啦。是安那4月1号是愚人节，因为1945年4月7日。日本天皇按照国际法，已经把台湾变成跟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有这个历史的过程。世界上，中国也拢知影，各国怎样拢知影，台湾现在不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因为中国建国，中华民国建国，台湾拢唔是恁的，这就事实啦。
吼、哦，这都事实的代志。啊，这也要互大家搁较清楚。四月初一，甲咱讲愚人节，因就是啥？要甲你改变洗脑。啊，迄、那个拢骗的，迄天发布的，拢无准算啦。啊，搁啊，要甲大家讲。你八事件二二八事件，世界各国哪会无起来反对？大家唔知会了解未？咱大家爱家己认知讲，你是战败国的臣民呢，来接收这个是命令。你们不接受命令啊，指挥大家来抗议，来请愿，机关请家里都给你扫。世界各国哪会无反对？咱大家有去想这点吗？无，无世界各国那是怕死人民，政府怕死人民不得了呢，啊，佮杀你安尼直直扫落呢。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那二二八世界各国拢无发声，恁家己都无咧，哦，恁是战胜国，诶，人民回归祖国，啊，咱来请愿，咱感觉诶，你就是敌人的后代，啊，你要来请什么愿，照规定处理。啊！若唔听，你喺外口变变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安尼，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好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看。这个，这个，这样、个、的福大一个教授啦。阿、啊、公去看到啥？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行政院啊，做这个要做啥？公务人员做一挂骗的代志啦，佮利用上班的时间，啊，这大家会知袂？头一班的啊，看甲遐大，啊，这是啥？伊要讲。这个代志，伊要讲这个代志，伊若无这份，伊讲啊，你乌白讲，伊拄啊入去行政院，啊拄啊托起揪起来，啊拄啊哎看到这啊这足好个翕一张，是毋是拢咧骗？啊！这张大家唔知看有哦，我安尼讲唔知大家听有哦，还是要搁讲较清楚咧？爱讲较清楚咧吼。电脑啊，拢有迄个电压力啦，要互充较悬诶。公务人员上班啦、啊，来你就爱去点啦、啊，互这个电压力啊充搁较悬诶啦。讲安尼哦，安尼这是民意啦，还是爱看到鬼？安尼讲安，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公务人员摕咱的钱来做骗人代志，啊，这个政府实在，欸安尼大家唔知清楚，若无清楚，我还阁讲较清，阁较。足济代志，伊都限定讲，伊这有限定呢，一个人爱点偌济，至少五十届呢。因的新闻的资讯啊，因的网站啊，这就是讲，哦，人民遐赞同呢。
咱吼公共事务、公共政策，咱的原则是一切为什么百姓，咱一定什么做的代志，拢一切为百姓。伊唔是啦，一切为什么？啊，直接咧骗啦，吼、哦！公务人员领咱的钱呢，咱交税金去给因，啊，因入去办公厅，啊，就要去点50摆。你看这吼，几月几号？啊，这个小姐，哦，啊，这个小姐，所以伊无点，哦，啊，这拢有点，啊，阿伯啊，考级啊，考级啊，考级啊，啊，这改，啊，你啊无点，这个就拢违背良心的事。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就好。行政院一个单位，全国最高行政单位，啊，来骗咱这些戆百姓，有愤怒啊无？所以大家思考哈。咱就爱家己去想，讲这个问题，予大家去想，啊，予大家去了解，咱的政府拢在做骗的啦。好，过来看一下，这是啥？这拢不是我咧讲的，我不是造谣哦，我都有证据的哦。外管，哦，啊，这个叫做海外团体，在搞啥？白色恐怖，哈、哦，这安怎讲？我伫外国啊，住10多年，较早伫国外拢有饲一挂鸟爸啊，你呐？这个所在，伊就饲几个鸟爸啊！你来报告，一个月领美金800块，有的领，这看阶级啦。伊认为较重视的，一个月美金领1500块，较无重视的，1000块、800块不等的分啦。你爱提资料来报，这就是白色恐怖啦！一挂海外的本土台湾人，为着要回来，因老爸老母过身啊，去外馆要签证入来，伊讲歹势哦，啊，你都台湾讲不爱让你入去啊，黑名单啦！啊，即卖现在。讲咱是民主国家，阿边啊，跟他开放黑名单，即马要来恢复啊啦，慢慢恢复啦。来收集在3月30号，世界各地的本土台湾人，拢响应啊太阳花运动。啊，即个咧收集即个名单啊啦，啊，即咁我胡白讲，啊，即拢是报道吼，即拢报道。行政院是咧骗人民，讲伊个施政的满意度，大家拢正欢喜的，我爱去点阅，叫公务人员咧造假。外口这个外管这个人在收集黑名单，啊！你看，这个政府
对人民有什么照顾无？对人民需要有咧改善无？所以要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：介绍较济人来遮上课，过来较济来领身份证。咱啊，甲这个目标到啊，一定甲美国讲，阮已经拢准备好啊。你开起来条件，咱有达到，要来接这个证券。咱爱甲大家讲，咱唔是压钱压刀要去干帮呢，咱无可能的代志。咱是要甲美国讲，由美国政权来交予咱管理，美国去甲因处理。啊，美国有安尼做无？有，一步一步拢在做。免做兵，大家唔知知无？是安怎免做兵？咱甲讲，咱甲讲，美国恁家己讲，恐怖集团有四个啊，伊讲啊有三个要件啦、啊。第一就是啥？恐怖集团啊，第一唔是政府啦。诶、欸，啊你美国讲，你往世界无成，你们政府都唔是政府啊。第二有武器。安尼好，美国讲安尼，恁这武器哦，拢擦擦起来。啊，国防部安那讲呢？讲叫做，讲叫做啥？低视化啦，吼、哦，要甲擦起来，吼，看无安尼，哪看有哪看无的安尼。这就是啥？迄个车轮牌迄个啦，战车啦、船啦，各种方面拢咧。擦擦起来，啊，既得见啊，国旗啊，美国国旗啊，踩面顶，啊，你望国旗啊，徛伫下骹，既得见这个照片有看过无？有嘛吼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恁第三个征兵啦、啊，向当地人民征兵啦、啊。所以咱甲美国讲，哪个咧征兵啊？我要阁甲你告。啊，伫美国规定的恐怖集团三个要件，啊，对党啊，都要对党，恐怖集团。所以我爱予大家了解吼，啊，从一个民主国家吼，要咧搞啊，这个要做啥？啊，白色恐怖哈、哦！啊，当然时间上的问题啊，啊，我要来，这两个哈、哦，这两个照片哈、哦，我来爱特别介绍，就是讲美国。有关单位提供这两个照片，讲啊，恁这提给秘书长，伊就足清楚，所以秘书长提了这两张照片，才知讲哦，咱美国占领，啊，住伫遮的人有所有权证，啊，这是日本二重桥要入的皇宫的进口。自2010年知影了后，咱连续三年，举这个国旗啊，举这个国旗啊，入去啊天皇的所在。以前啊。拢一支尔啦，拢一支国旗啊尔啦。
天皇迄个要怎？迄个要做生意啦，拢台拢举这个旗啊，入去画万载万载啦。啊，即摆咱去啊，咱拢头举安尼啦。原早咱要举这个哩未？外口遐都动起来呢，两个管制呢，动起来呢，讲袂使恁这个。袂使入去，到尾啊，天皇内底佫拍电话入来，跟这个、迄、那个怎啊？安全单位讲，这个会使互你来，好，大家真欢喜，怎啊掠入去？第二年佫去，伊佫创一个先头部队，一个警察领队啦，咱。是先头部队对着警察举迄个先头部队的牌啊，啊入去，啊这个哪个入去？啊第三年也搁入去，所以咱会了解日本天皇足清楚。啊，最近奥巴马要去见天皇，我看奥巴马爱甲天皇讲啊，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呢。啊，阮甲恁占领遮个土地啊，要互恁来处理啊。我咧想是咧甲伊讲遮个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即互大家知影者，啊，即也大甲大家讲了吼、哦。啊，咱是原告吼。即、哦、几点大家拢爱知影哦。你若甲伊咧讲，伊讲毋是哦，讲啊，做政治是咧靠拳头母大粒个啦。啊，咱甲问讲，啊，你美国啊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啊，若讲唔相信，免甲伊讲啊。啊，若讲要相信，则佫甲伊讲。啊，无因讲看拳头母大粒的啦。啊，咱都唔是要去甲日本政府抢政权啊。咱要和平转移，无缝接轨，吼。啊，咱就是要去甲美国啊接受啊政权尔，啊，这爱予大家清楚吼。即马要放一个影片，要予大家看。这个影片啊是三立来甲咱访问，但是足可惜，甲咱放一摆啊，就甲咱。唔是二四小时咧放的啦，放一摆暗就好，你家在咱都有哭起来，有流起来，啊无有影煞无啊，哦，咱三立的报道啊，来给大家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。
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。起码，别个我咧甲三立批评，就是安怎哩怎？因为咱的新闻证啊，咱这张新闻证啊，是美国制造，100%是美国制造。伊讲咱家己制造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咱今要过好看，讲咱的访问团啊，去美国使用这张的情形。影片啊，伊个现身说法，我咱拜托咱个同情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。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？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。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，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过来过来，我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。我就进去了，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有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。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、2、3、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。好。起码要甲大家讲，这张是美国制造晶片哦，你唔好妨去用骗去哦，来阮家来领身份证，阮家有100块的啦。啊，迄有啥物路用？有晶片无？有啥物法律的根据无？啊，这本就。美国要做代志，拢一步一步照美国的制度甲法律来做。伊个人爱成立参议院，爱来完成咱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。一切那。无美国咧指导，咱无遐敖啦，真正咱无遐敖，有法度来按照这个法律的定数，再来发这张身份证，这拢是一步一步。咱是晶片的，特别爱甲大家讲。唔好贪小讲啊，100块
啊，有的啊几十块，啊，有的300块，迄拢唔是啦。你甲讲恁迄是毋是晶片的就好？啊，若晶片的，你去甲请。啊，若毋是，啊，恁有公民法案同意无？咱这个台湾啊，公民权利法案拢总改3摆，来来去去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回去，拜托，鼓吹这个身份证，赶紧大家来办，啊，赶紧介绍搁较少年的，吼、哦，啊来上课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我今天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